煞啊，伊位啊！哎，看袂到伊，就要甲我弄哦！你还比屁啊？什么我咧比屁哈？我才无参与你个啦！三不五时哦，就要人到人高高低啊！我哪有高高低？哎、欸，我等下哦是要去上语文的课，啊，我来甲接，有啥唔对啊？歹势吼，上语文去上课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唔是你的。你的责任哦，是要去上个半小时才对啦。我拢甲你讲过几下哈，我甲迄个半小时两个人是清清白白的啦。哦，啊，范小贝，搁去用骚扰嘞，啊，你就该影响少没？我真无嘞，想讲为什么你会知影讲，我甲范小贝这件代志啊？啊？恁两个是搁在吵啥啦？哦，无啦，阮两个只是在讨论啊。你喂，姚赞嘞，好弟弟妹。啊，我哪会无啊？你为什么爱无哈？人我这是要有语文嘞，啊，不是要有你。哟，你上错查某恁遐啉，啊！你要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什么什么意思哈？所以你今日是来上饮料的哦。因为，我今日哦是要来载你去上课的啦。恁家我知吼。哎，那鸡啊长鸟啊多啦，摕醋去予查某人啉，我咪唔知。啊，食醋是啥物无好诶哈？人拢已经讲啊啦，爱吃醋才是真爱，懂吗？小吴，拍摄啊！啊，今日我阁有代志，本来要替你上课，先取消。伊文，你等下走。伊文，我今日出门的时阵哦，有看到农民李啊，哎，明天写伊告白，我有足重要代志要你讲啦。哎呦，大尾牛啊！你这个嘴吼，真正是好锐锐啊！上个农民李顶头会写什么伊告白啦？啊，你唔捌啦！伊文，你听我讲，因为你，我啥物都唔惊。王伊文，我吴宗志哦，直接要宣布。不管你有多看不，我都没跟你拍。